我在这个村子里面啊，巡视了一圈，从塔楼到田边，走遍了每个房间，不得不说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村子，仿若天上人间。 Hello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抽风。我这期本来啊是想利用这个村子里的村民啊刷一下附魔书，结果这个村子啊是个不养闲人的村子。哎，就是你如果特别喜欢吃盐呢，你这个村子就不让你住，不是啊，不是这个闲人，就是说呢，这个村子里的村民呢都有职业啊，不像某些人呢只会在村子里偷东西来维持生活。这个时候就有观众要问了，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你自己？哼，怎么可能是我呢？是一个长相英俊的奇男子。我不太想剥夺他们当前的工作啊，强行让他们去当一个图书管理员，所以我想出去看看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村子啊。突然间就良心发现了啊，有点不想剥削村民了，是吧？过去我没得选择啊，其实过去我有的选择啊，但是我现在才想起来做个好人。当然如果实在找不到，那就只能霍霍他们了。哎，这次呢等我把这个经验修补的事弄完了之后啊，就准备回家好好养老一下了。那这两期搞的目的性特别强啊，稍微的有一点违背了我休闲生活的初衷啊。当然现在就比较怕的是，就等我经验修补弄完了啊，附了一身的装备，然后他们掉岩浆里了，那可真就是放个屁把腰扭，买个西瓜不保熟，充了3000块钱一个 SSR 都没有，买彩票中了500万，一个激动手一抖，彩票随风飘走，太他妈倒霉了是吧。吃了7条鱼，终于是找到了一个村庄。我发誓我这次一定要做一个好人，绝对不乱拿他们的东西啊。但是村长说呢，这个是送给我的。那既然是送的，咱们就确实不公了，是不是？我再给你回点礼，来给你17个海带，白色带釉陶瓦。嗨，这礼太贵重了，不能收，不能收，海带还我。嘿，老乡你好，抱歉打扰，谢谢你的面包，我再给你回点礼，好不好？你看看，俩面包换这么多东西呢。哇，我真的不是以前那个我了，我的灵魂真的已经升华了，绝没有把你家当垃圾桶的意思，真的。这个村子和上个村子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，这村子里他妈一堆无业游民。我看看讲台是怎么个做法，是吧？我得让你们进步啊，让你们学习，是不是？我得做个讲台，然后给你们上的第一节课就叫时间管理，是吧？你看你这一堆的人啊，这个多人运动，时间管理对你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门学科，真的。哎，野生的甘蔗啊，收走。我有点好奇啊，这个村子里人以什么为生呢？说天天在这里一群人啊，站在水井上面，是吧？做着运动，还发出奇怪的声音。我先睡一觉，一宿了都没走。兄弟们，好体格呀！说起来 TNT 怎么引爆？点火吗？哼，幸亏不是啊。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啊。这刚种下去这个形状，感觉如果不小心摔上去的话挺润长的。反正是卤一点树啊，做讲台需要木头吗？再整点纸儿，然后到了最血腥的环节啊，我们需要皮。哎，等一下，木头、纸和皮这三个东西我怎么感觉都可以拿来擦屁股呢？啊，那如果按照擦屁股的用途来算的话，那应该是木头最血腥。哎，沙羊是不是不掉皮？鸡掉不掉皮？你说鸡掉皮很乖，你知道吧？你我们看这个书啊，那有这个羊皮纸、牛皮纸，回头你买本书啊，鸡皮纸啊，那个感觉。马掉不掉皮？马卖皮我是知道的啊，这个笑话有点冷啊。其实呢，我杀你们不光是因为你们掉皮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有个马叫无敌。然后我觉得他挺菜的啊，那为了这个立住他的这个马舍，你知道吧，我只要把天下的马都杀干净，那他不就无敌了吗？给你们看看我的马皮鼠，听着特别像骂人。然后台阶儿、书架，最后一步讲台啊，你就是这个过程啊，多么的繁琐，教书育人它容易吗？我发现我材料还够，造俩讲台得了啊，两个老师嘛，是吧？一个苍老师，一个波多老师。来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吼，图书管理员，看看卖点啥？火焰附加，破玩意儿，没啥用，炉了。哎，
不是掳了之后他们就会丢掉他们的工作吗？啊，其实我把这个讲台掳掉了，他的职业居然没有掉。也对，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是需要书的，比如说罗老师啊，说句实在话，我发现罗家出奇人。你现在去说罗老师，你甚至都不知道到底是在说罗翔老师，还是罗永浩老师，还是罗振宇老师，甚至是罗志祥老师。巴啦啦小魔仙变身。诶，你咋不变身呢？这个人天赋异禀是吧，脑子和房顶发生了量子穿越。这个人不求上进啊，没有当老师的意愿。诶，这个行。穿刺，哎，就是没有经验修补啊。这个呢，哦，水下速决还不错，我得整点纸啊，我去换点绿宝石。拿上之前摘的野生的甘蔗，来到这个无人管理的河边啊。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是野生的甘蔗和无人管理的河边吗？那村庄友好大使的人设那是不能崩的，靠人设吃饭的好吧。先上附近溜达溜达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啊被村民遗弃的啊没有人要的甘蔗，对吧？我岂是那偷鸡摸狗之辈呀。好，这个周围没有人要的甘蔗啊都被我薅回来了。我就在想啊，24张纸一块绿宝石，这等我换完那不是承包了村民一辈子的擦屁股纸。钓会儿鱼吧。嗯嗯，怎么你俩是失散多年的亲哥俩吗？不对啊，我之前那个那是我杂交出来的，这个是纯天然的。哎，不是，关键是吧，那边种着甘蔗，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，是吧？你说我在这闲着，我干点啥呢？你说我这怎么说也是远方来的贵客，帮村民干家务，他们也不能乐意，是不是？但其实真的，我以前干过家政啊，我家政干的特别好，那就是干完家政之后，我连你家电视都能给你擦没了，可厉害了，一般人没这水平。给这插点蜡烛，好像我记得蜡烛好像不影响甘蔗的生长。哎，插点蜡烛它主要是防盗啊。那你可能就要问了啊，这里除了你能偷东西还有人吗？嗨，这话说的，还有我表弟。哎，等甘蔗无聊的日子啊，我去挖会儿矿。我这回去我都有指南针啊，虽然我现在感觉啊，我觉得我应该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，但是我的感觉嘛，往往就是相当于跟社长学减肥，那叫压根儿就不靠谱啊。没有水花，十分。这应该跟我的体重没有关系吧？啊，你不要发那种违心的弹幕，什么都是因为你太重了啊！哎，我身轻如燕，瘦的就像一根毛线。呀，这不是小帕吗？哎，这咋还见我还激动的掉下去了呢？帕爷，搁哪儿呢？哎，这谁搁这还射我一下？你这就不对了是吧？你这属于第三者插足。是不是我跟小帕这聊得正好呢？你说你过来射我一下有啥意思？是吧？你说你都射跟骨架子了，就别搞什么多人运动了。真的，我觉得你扛不住。你看，来小帕呢，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神箭手啊！我这个箭法，我刚刚射的是他头顶上站的一只苍蝇，我能被我射死。哟，您老人家身子硬朗啊！刚刚那苦力帕炸了，你都没给你带走。整个下边啊，我是转了一圈，啥也没有。人工开凿一下吧，咱们要求也不高，是吧？我就是要点红石嘛。好了啊，终于挖到红石了。反正钻石就见不着，我已经挖到很低层了啊。你看我对钻石的需求是吧？一身钻石的装备、钻石的武器，再加上那个要60多个钻石的 MOD 大箱子，我觉得吧，是我能先把钻石凑齐，还是川老师先上太阳啊？这都不好说。哎呦，我这个回来的时间选的不好，夜间有僵尸的侵扰，这要是村民都被干倒，那我得气的去岩浆里洗个澡来保护村庄。从我的个天哪，哇，这村里的两位老师被这么多群眼一起，哇，真不知道能不能受得了，太可怕了。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有村子附近有这么多的僵尸，真的，我尽量的远离村庄啊，把他们引过来。哎呦，太刺激了，这也
来，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神箭手，什么叫他妈的神箭手。来，什么他妈的叫他妈的神箭手。看到没有，这个抛物线，这个对地球重力的计算。这个时候就有人要说了啊，我好几年前就有这个射箭的水平啊，这都是正常的操作啊。说这个话的朋友啊，你是选择被社长作死还是被弯弯作死，你自己选一下好吧。哇，日出来了，天亮了，我这费斯巴利的一夜，你这甘蔗也没长多少啊，这个哎还行是吧。老师老哎 两位老师都还在，我这铁傀儡这一夜受累了，拿铁块啊怼他一下。哎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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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家附近的甘蔗都被我薅没有了。哎，远方好像是沉船呢、啊、看看有血嘛，可以啊，绿宝石，这三个绿宝石啊，相当于72张擦屁股纸。远处还有个小岛，但是我觉得我得回去造个船了，游着太累了。然后我这次呢造了两艘船啊，我估计大概率我那个吉利呢是没了。哎，你说这名字起的它也不吉利啊，就这次一定要给船起一个非常威武的名字。这两艘船就叫俾斯麦和艾当吧。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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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感觉有人拿三叉戟丢我。哎，我船呢？艾当，嚯！你给我等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此仇必报。兔崽子搁哪儿呢？啊？哎呀呀呀呀呀，在我下面。小弟是真毒啊！来，我们对射来。嘿，对射这种事就得配一点神奇的音效，你知道吧？啊、哦，搞定、哦、当然还有很多小喽啰、啊、等着我们处理，不过他们都喜欢在下面啊，我在上面随便射几箭就把他们都弄死了。哎呦，这一集就是村边偷甘蔗，不是，河边薅甘蔗，下矿腿摔折，出海战逆师，回家打老婆。嗯，不是这就是魏延。哎，这个三叉戟的僵尸啊，还是没给我掉三叉戟，这东西的掉率到底是有多低？看看这么费劲啊，清空的海域，哎、啊、呀，藏宝图，又是藏宝图。哎，这还有另外一个箱子，哇，又一张藏宝图。我猜这两张藏宝图呢，应该是一样的。来瞻仰一下，你看，一毛一样。呈上我的俾斯麦，看位置啊，应该就在这附近。好。他出来了，我现在对这个宝藏啊，哇哦，可以啊啊，五个绿宝石，这还有啥要求？我刚刚说我对宝藏已经没有什么追求，来，给这个藏宝图的箱子里面加点料，是吧？给后来人留一点汤喝。好的，那么咱们就回到了村子里来啊。下一步的任务呢，我就是慢慢的，可能一边钓钓鱼啊，一边等着这些甘蔗长出来啊。然后我去做足够的纸，然后去换绿宝石，这些就幕后干吧啊，录成视频就太水了。然后这一集录制的内容啊，在海上的探索实际上是花费了很长的时间，包括去找这么多的甘蔗啊，以及在海里啊溜达呀、打逆尸啊等等。然后我基本上都浓缩成前面那一小段的内容，因为我觉得如果留下来的话，就是跟上一期的视频同质化的太严重了。这个系列录的还是怎么说，相对比较累吧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个赞支持一下，好吧？那么咱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对了，把藏宝图放着，留给后来人。